商务部和中国银联的数据就显示，2019年春节期间，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另外呢，银联网络交易总额达到1.16万亿元。这两个万亿元开门啊，显示了中国消费市场巨大的潜力。19大报告就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美好生活当然是离不开我们消费的升级。今天的中国人呢，已经有了自己新潮的消费观，那就是从买温饱到买体验、买感受，哎，买个性。那么顺应这个消费升级的大潮流，满足消费升级的各种需求，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久的动力，又是改善民生的现实的路径。那么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元。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盛产螃蟹和龙虾，每年六月是这里的龙虾捕捞季。I'm 62 and I started actually helping my father. I was 8 years old. Every day, doesn't matter if it's windy or blowy or rainy or whatever, I still enjoyed every day. 一起出海的还有戴尔的邻居林，他有20年的捕捞经验。在捕捞季，每天他们要干13个小时。That's a male lobster there. 12 pounds. 10 to 15% of our lobsters are this size. Now we have a live well, we call it, and they're kept in water all day long, keeping even pressure. We can ship it that far to China or anywhere, and it stands up for it. We sell mostly to Chinese people for the last 4 or 5 years. 龙虾要根据不同的重量放在不同的箱子里。全世界超过一半的大西洋硬壳龙虾都产自加拿大。新布伦瑞克省是环大西洋贸易圈的心脏，这里可以轻松抵达美国和欧盟两大市场。但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当地鲜活龙虾的第二大出口目的地。These are the small deuce. They are 2 to 2.5 pounds, and they're the ones that we would normally sell to Guangzhou.3年前，因为中国人建起了这家新工厂，罗伯特换了工作，现在月薪能达到4500加币，比当地的平均水平高出1000加币。The last job I had, I didn't have any chance for advancement. I fed salmon and I was always going to feed salmon. Right now I'm the plant manager.It's enjoyable for me. I make more money than I used to. Anybody who makes more money would have to be happy, wouldn't they? I would like to go to China. It's a faraway plac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nd I enjoy traveling, and I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someday. Maybe this job will give me the opportunity to do that. It's wonderful.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发3000磅，因为现在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仓位。宋鹏，龙虾工厂的老板，这两年他主要忙着改造物流系统。这里的电脑
连接着中国强大的智能配送系统，不仅要快，还要灵活。The Hong Kong is a cancel, but we are waiting for Kevin can change the space to Shanghai. Just this one? Yeah. 中国的需求很大，但是呢，这边没有足够的仓位运回去。我们也是在寻找不同的路径去把这些龙虾尽快的运回到中国。这些货呢要送往三个目的地，这边呢是要送往厦门，然后中间呢这些呢是要送往上海，然后呢那边呢是要送往香港。今天差不多要500箱左右，15000磅吧。要将鲜活的龙虾运抵7000多公里外的中国，过去难以想象。以往陆运加空运，最快也要4到5天。现在，这些保湿棉再加上特制的冰块，让一切变得可能。运输经验都来自国内电商，最近3年，每年增长60%的生鲜进口订单，不断让中国的跨国冷链运输技术升级。正常龙虾离水到中国要保证在36个小时之内，这样可以保证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率。Here we have salmon that are about the 3 to 4 kilogram range. About 2 months' time, they will be shipped fresh to China. Our customers place their order today. We take the fish out of the water tomorrow, and the following day we can ship those over to China. 小镇上，三文鱼养殖也已经有40年历史。以往这些三文鱼大多销往美国，现在，因为龙虾的带动，这里也接到了来自中国的订单。因为中国人的到来，小镇海鲜的交易额从2015年的2000万美元，猛增到2017年的1亿美元。We started shipping to China only about 4.5 years ago, and the increase that we've had over the past 4 years has grown dramatically. Chinese marketplace has opened up for us very, very quickly.Today we just thanks our team. I appreciate everyone hard work every day. Big day 6/18. Our live lobster sales is 2 times more than the last year. I just want to say thank you again. Now I'm empty. 随着国门的开放，我们可以有这个机会走到加拿大来，认识不同的世界，认识不同的人。随着改革开放，现在中国真的是发展得非常快，因为我们有中国现在这种强大的背书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谈起生意来还是很容易，这也是我们感到自豪的地方。Hello, China. Hope you like all the lobsters we're sending you guys. Have a good one. China, we are coming! 不到14个小时，鲜活的加拿大龙虾就抵达北京。这是半年前刚刚建成的中国第一个智能冷链分拣中心。这里每小时可以分拣4000个订单，效率是人工的2倍。买全球，卖全球，中国的物流体系升级不断提速，来自全球的生鲜商品24小时不间断地汇聚到这里。近3年，中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年均增长50%以上。这个订单呢是挪威的进口的大虾。
这个订单呢也是进口的，是英国的猪排。进口的这些商品，不管是在 SQ 上面还是这个库存品类上面，订单量和这个货品每一年都有200%的这种增长。龙虾送到生鲜超市，李阿姨的小孙女儿今天过生日。这个龙虾是99一只还是一斤呀？一只。大蟹大吗？啊，今天点了两只龙虾，一只大概是400到500克，将近一斤吧。再加加工费100多块钱。年均增长50%以上。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呢，达到了1347亿元。这一数据呢，比2017年同比增长了80.6%。这折射出中国人对高质量消费品的巨大的需求。那么，无论是买全球还是卖全球，消费升级带来的产业升级都能促进供给方快速的适应市场的变化，高质量的提供市销对路的产品，刺激更多的消费，带来更多的生意。那么，在一些开放的边陲口岸也因此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中国内陆最西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霍尔果斯，一年中最忙碌的采摘季到来了。最好的葡萄这是啥黑都好的，咱们每天好价格，农民都发财了。这趟那个我去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这一块啊，目前来说他们对咱们这个订单今年比去年增加了，签订了6000多吨这个葡萄的订单和一些别类水果的一些订单。啊，亚西吗？人家批吗？啊，知道咱们葡萄怎么样？好的呢？啊，这个我看一下啊。这种葡萄嘛，要把这个小的修剪一下。新疆的苹果、油桃、葡萄，包括这些蔬菜类的，60%可以出口到中亚五国，甚至俄罗斯及欧洲国家。早上在霍尔果斯采摘，下午出关，第二天早上到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场上，这个速度很快的。国外的司机3天可以跑一趟。我1994年从大陆来，不然大陆来的海鲜好多好多，现在好多好多，就像那俄罗斯。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Базарда 2 часа 4 часа база болду. Кейде болса 2-3 саат тамы сатылып кетет, кайтып келесен. Ар бир адам пул тапкысы келеди. Кытайдан жақсы таптық бұл.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Персик надо. Машины. 20 тонн где-то. 20 тонн. 20 что? Да, 21 тонн будет. А там, там. 这个保鲜库呢有两栋，大概面积嘛2万平方米，里面主要是储存咱们出口的这些水果。这个苹果呢，咱们包装是12公斤，一车能装21吨，装1800公斤。你可以尝一尝这个苹果来。好吃，味道可以，味道棒棒的，我跟你讲，甜的很。 库尔我是这个地方口岸，它辐射到中亚这几个国家，它的这个贸易往来，包括它的这个时间，包括它的速度和这个“一带一路”都是分不开的。对于我和企业而言，我们是“一带一路”上最大的受益者，沿线其他国家也能享受到我们健康安全的瓜果蔬菜，我们越来越像一家人。 距离霍尔果斯5000公里外的中俄边境绥芬河，张永国也做着边贸生意。这些货你们都配好了吗？把货看一看。这个就是俄罗斯进口的马达丹霞，今天下品劲不错哈。张永国从俄罗斯进口的马达丹霞，今天到货了。1992年，绥芬河成为国家首批沿边开放口岸。 张永国在那时开始做边贸生意。当时在92年的时候，绥芬河呢，那时候有一个欠钱市场。欠钱市场实际上就是说啥呢？就是你和我之间的货物的交易，没有金钱的交易。俄罗斯人呢，拿一些他的望远镜啊，拿一些他们的刮胡刀啊，包括他们的礼帽啊，他们的牛大衣啊，来换中国的运动服啊，换中国的口香糖啊。今天，欠钱交易 早已被现汇交易取代。绥芬河成为中国第一个允许使用外币的试点城市，俄罗斯人可以直接使用卢布在这里购物。张永国在绥芬河有最大的冷藏库，今天这批马加丹霞将被运往全国各地，最远可以运抵三亚。像原来只是小打小闹，现在我们企业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2018年，绥芬河进出口货物量已经增长到1136万吨，年贸易额超过1100亿元。张永国对未来的生意充满了更多期待。买全球，卖全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大国。 那么，从我们自给自足到更高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啊，人均收入和消费支出现在是逐年上升。那么，中国人可以说现在是想买什么就有什么。然而，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生活场景，在几十年前啊，都还是奢望。物资短缺的年代，给很多的行业和家庭都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让我们老百姓啊，在吃穿住行各个方面，感受着时代的变迁。 高效的物流体系和市场运营，让加拿大。往哪儿找来？
再包点这个，现在搁南方学的。我记得小时候是挣的叶还要巡回用的呢，我妈都不让扔，吃完还要留着呢。那个年代都那样。三分之二的江米，三分之一的大米。江米很贵的。那点姜，对。哎呀，过了一年到头怎么包那回挣啊？妈在吃高粱米饭，然后吃的那个小葱拌豆腐啊。我们问她怎么，妈妈你吃蒸的没吃饱吗？然后她说我不爱吃蒸的。那印象中，我妈妈是最爱吃黏的东西的。短缺是一代人的记忆。我五个月已经就没有父亲，五个小孩，我们每个月就要借最后那生活那几天的钱，才能过到月底的。我妈妈手特别巧，我妈妈会做服装。那时候我妈妈就是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呢就是给别人做衣服。我记忆我妈妈每天都是趴在机器上的，一回来一干干到就是半夜啊，十一二点。我把我这个老皮箱给你们拿出来看看，看看我这里边装了什么样的宝贝。爱美的杨桂荣从小就爱穿新衣服，只要条件稍微允许，她就想穿得与众不同。这个就是我结婚的时候的婚纱，那个时候是86年，当时呢真的没有人穿这样的婚纱。当时那天我结婚的时候真的是美，特别美，特别好看。你看当时妈妈给的嫁妆，喜字，还有这个衣服。当时我的灵感就是看了那个雪姨妈和服的那种啊，绣着就飘飘的啊，喇叭绣。然后当时哎呀，做完了以后我就每天穿，我就故意的上街，就是故意的飘飘的这样走，特别开心。哎，这件这件，现在一想起妈妈，哎呀，给我做那么多好看的衣服，妈妈也觉得我从小不容易。然后五个月就没有父亲，妈妈就觉得一定要啊，就说让这个女儿不能就是在人前背后吧，一定要比别人好。即便自己艰苦，也要想方设法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在物资还没有丰富起来的年代，对生活所有的美好向往就这样在母亲的一针一线里实现。我记得特别清楚，几个小孩的学校都要穿上黄上衣蓝裤子，但是买黄上衣蓝裤子还要布票的，小孩多也不够分，我们也没那条件买。我妈妈就买的白色的那种背的那个里面的那个布，用颜料，那个颜料我记得特别轻的，就是1毛1一袋儿，然后我妈妈就是用那个大洗衣盆放在炉子上，然后煮完黄色再煮蓝色的，然后我妈就是通宵把这些布料洗完头干净以后放在炕上搞干。第二天我们所有的小孩全部穿上黄上衣蓝裤子，而且是新的，我们就特别的就高兴。第二天我妈妈真的就是说已经累得不行，躺在床上，我就问妈妈，我说妈妈你怎么了？妈妈说腰太疼了。每天清晨，白马服装市场都这样从喧闹中醒来。这是中国最早的服装批发市场之一，25年来一直是全国最火爆的专业市场。来来来，看新款啦，看新款啦，100件已经拿空了。杨桂荣就是这里的老商户，之所以选择做服装生意，也与杨桂荣年少时缺衣少穿的记忆有关。网店、爆款、直播，市场里每天的客流量都有数万人，年交易额超过100亿元。爆款是什么？
流行趋势会怎样？杨桂荣每天都要来看发货情况，细心揣摩。20年前，杨桂荣最早开始做生意的时候，无论款式如何都能迅速卖掉。当时只要是广州服装就是紧俏货，人们对服装的要求并不很挑剔。我们当年呢，羊毛衫还没到店铺就已经抢光了，只要有领有袖，衣服做成了衣服，不管你什么版型都好卖。这场小型的服装秀是杨桂荣在自己店里办的订货会。这几个色系啊，我觉得还是蛮适合你那边的。从小作坊到创品牌，努力跟上市场需求，前些年并不太难，但最近一两年，市场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时代也在变，那消费者的需求也在变，他们要年轻啊，要时尚啊。刚开始几年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那现在呢，越来越举步维艰，也是现在走到一个就是困境。迎合消费需求，适应市场变化，杨桂荣和整个白马市场的商户们都在努力寻求转型升级。右边的快一点。2018年白马服装采购节，秀出的服装100%都已经是原创设计。从模仿到原创，从追求产量到追求品质，整个服装产业都在变。那中国的服装行业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是服装设计行业，从最初80年代模仿港澳，到后来学习欧美的流行风，到韩流进入中国市场，到今时今日呢，服装需求也越来越多元化。在这种市场的压力面前，我们必须靠原创来引领时尚。这次订货会开的还不错，但是我们现在要做一个新的一个品牌。采购节同样是杨桂荣学习的大舞台，他四处拜师，为转型寻找方向。这个设计中心呢，目前呢，欧美的设计师为主。Because it's the Hawaiian shirt, very popular this year with the print. Inspired from Indian embroidery, some embellished work, a lot of beadwork. 大多数都是手工制作，就是高定款，还有这些刺绣。面料设计呀，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是就是明年的一些秋冬装的一些新的设计的一些灵感。比较经典，但是比较已经比较过时了，像就不像这种，这种鲜艳就是时尚现代化一点。就像这样的面料设计呀，就是我们有这样的需求，然后也非常适合我们。像这样的露肩，我们可以再斜一点。这样的版型我们可以再大胆一点，这个长度呢我们再短一点，它要有这种皱褶，这个领着一定要再深。杨桂荣的工厂已经开始新一季的服装生产，找准市场切口不容易，但他充满信心。就我对品牌对服装的那种热爱，那种喜欢，让我觉得我是永不放弃，全力以赴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呢，就是从小被母亲，那种影响，那我如果说爱我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要把这个品牌做好。中国人从未放弃过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物资匮乏已经永远成为了过去。中国消费领域的巨大变革，同样给宜征人留下了深刻记忆。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几代宜征人聚在了一起。老的办公楼就要拆除，
九十岁的老书记龚伦新，三十多年前，这间工厂在他们那代人手里建设起来。我们雨花公司能够在这里接种投产以后，投产以后呢，半年，国家呢宣布这个取消补票了，接种你了。我兴奋的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啊，高兴得不得了，兴奋得不得了。仪征化纤工程的建设急需要专业人才，一大批朝气蓬勃、学有专长的大中专毕业生，从全国各地汇集仪征。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有1000名大学生被分配到这里，在龚伦新的指挥下，开始了工厂的建设。国家的下令必须。我们还要不断化纤，老百姓的愁哟，你不得解决，必须要搞啊！我们的愁都是为老百姓啊，哪个人的计划供应，一个人一年只有一张六七补票，无论是不够。让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件的确良衬衣的初衷，中国的化纤纺织工业有了长足发展。开放。今天，刚刚建成的千吨高纤生产线正式开车。这条生产线将生产目前世界上最坚韧的纺织面料，可以用来制造防弹衣，甚至作为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的材料。生产装备都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我们84年还是都要引进。我亲自到国外去检验设备，到德国啊，到那个日本啊，还有奥地利啊，都是买的设备才进来。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然而，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也促使纺织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一刻也不能懈怠。带着最新生产的特种纤维产品，张忠安前往枪支测试中心检测。这次测试并不轻松。开始测试。这批特种纤维医用于防弹衣领域，检测标准为每个靶片打6枪，在没有击穿的情况下，凹陷程度低于25毫米为合格。这你看，穿戴的程度还是很小的。但有一个点不合格。就是凹陷深度偏大。这个。它是没有贯穿。现在我们呢，就是改进以后啊，将来竞争力就是防弹重量。中国进入新时代。我们的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变了，常规产品过剩，但是老百姓现在需要进入到了功能性的、舒适性的要求，人民群众的这个生活水平提高、健康的要求，它多种多样的这个生活上的需要，都给我们提出了挑战，你能不能满足他们，把我们的产品开发好，才能满足我们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这种需求。中国人口众多，地区城乡的差异各有不同，那么消费需求的差异呢也非常的大，各行各业都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那么除了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更高水平的需求呢，都还需要得到全面的提升，所以啊，还有很大的消费增长空间。那么对于我们制造企业来说呢，也真的要做好准备，来迎接新一轮消费红利的到来。那么前几年中国人去国外旅游抢购马桶盖的消息啊，曾经让中国的马桶制造企业是无地自容。那么今天他们在消费需求的刺激下转型升级，又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好，下面呢，我们就到马桶制造基地浙江台州去看一看。开始走俏的电饭煲以外，最近日本的温水洗净马桶座又突然人气大增，成了不少人赴日购物清单上的首选，有人甚至一次买2-3只带回去。这种带杀菌除臭，来来
旧厂房就要被收回，这是金建国最初研发智能马桶盖的地方。中国的第一个智能马桶盖是我们公司呢生产，92年开始到目前为止将近36年了，也就每年都在亏本。总共加起来大概是我们投了下起码有2000多万了，到去年到废品处理。这个当年的清洗器等于卖废品了，当初我们工资发不出去，加高利的，真的很难受的。这当初的时候放的满满的，高高的，差不多都顶到天花板了。新厂房是2012年建起来的，那一年，消费者对智能马桶的需求突然爆发，金建国准备大干一场。爆发也偶然的，2012年下半年，楼市分水岭，装修行业一下子就被大起来了，好多集装箱涌入股，纸屑浪浪轻轻一下子开始做马桶盖了。市场上下游得力气来看，一窝蜂上马，但行业没有标准，质量不过关，金建国的产品也未能幸免。2015年客户带过来了，当时我不接受啊，很不接受，这个东西打击真的很大，心里抽的折腾的怎么说都不知道。拉出猪肉加温，每一个马桶出厂前都要经过20多道测试。金建国努力打造质量过硬的智能马桶，没有标准就努力做出标准。工业制改革之后呢，产品质量上面我们下了很大功夫，我们要从消费者的出发，消费者需求什么，中国人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好，对我们中国人呢我还有信心的。台州已经是全国最大的智能马桶制造基地，智能马桶整机生产企业20多家，零配件企业300多家。2018年，有200万台智能马桶销往全国各地。刘日志正在测试新产品，24小时交磷，检测安全性。3年前还需要进口的加热器、清洗器，现在都能自主生产。我们中国许多的家庭卫生间不大，不可能像国外做到干湿分区，那我们落地的安全性就做得更高，这也是我们针对中国国情需求独步的技术。现在我们这个好多的热气机以前都比他们国外的封杀着，现在像包括我这一条线所有的产品，好多的热气机都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所有的品质不比他们差了。飞机航天的事都上来了，一个马桶盖都做不起来，中国的制造怎么了？我不能再打民族牌，我认为应该真正的是要打品质牌、性价比牌。一批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智能马桶刚刚下线。中国已经是老龄化社会，我看过报道说好多老年人在上厕所的时候发生异味，我们的产品也为他们考虑。这批智能马桶要送到村里敬老院，产品好不好用老人们说了算。大家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已经开始追求到舒适的品质生活，针对不同的需求做出市场需求的产品，我认为这就是供给侧改革的意义。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就显示啊，2018年全年全国居民人均食品烟酒消费支出5631元，增长4.8%。衣着消费支出1289元，增长4.1%。而人均在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为2226元，增长6.7%。另外呢，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1685元，增长16.1%。当吃穿住行等生存型的消费占比逐渐下降，而体验、文化、健康等发展类消费占比不断的上升，我们中国人迎来了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来自江西的游客们正在体验当演员。来三个千里桥，四个千里桥。都是我们一起的，就觉得挺好玩，第一次感受，一直想就想玩这个，就想体验一下。来，张开片，来准备，来美女走。老英雄救美啊，就这样一个故事情节。对，因为他们比较喜欢清宫的，因为清朝的服装会比较好看。好，回去郑重有赏，谢主隆恩，谢主隆恩。好，特别高兴，特别开心，就是不会演，以后还要多多学习。2800元，游客自演，一周后还能收到成片。这个影视拍摄基地现在平均每天要接待游客近50000人次，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与影视无缘。我开始搞工业，盘工厂只能解决一部分农民休息问题，带动他们致富啊，力度还不够。那时候呢，我搞旅游了，一共开始搞了5个节，只有来头客，没有回头客。83岁的徐文荣，改革开放之初，就想在没有名山大川的横店搞旅游，但凭空造出来的人工风景没有吸引力。后来呢，我到武穴当中我去看了，但是电影拍完以后呢，人山人海，回来人呢决心想升级。横店能不能像正定、无锡一样，也成为影视拍摄基地？1993年，电影全行业深化机制改革，让电影向市场迈进了一大步。徐文荣的心思活泛了，他决定建影视城。让他充满信心的还有那个时候刚刚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国家明确提出，小康社会不仅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的要求，而且要在文化娱乐、广播影视、图书出版、体育旅游等精神生活方面满足人们更多更高的要求。我见的人呢反对了很多，但是我认为这个产业是非常强劲的一个文化产业，特别是带动第三产业发展，是我决心把它办好。徐文荣建起了广州街，迎来了电影《鸦片战争》的拍摄。张先春，《鸦片战争》的道具师，也是广州街的设计者。这部投资1亿元人民币，后来创下当时国内票房纪录的影片。1995年拍摄之时，正是国家电影改革新政接连出台的一段时期。从进口分账大片引进，到鼓励社会投资者参与投资，很快催生了一批佳作。现在的横店，影视是手段。旅游是目的，文化是灵魂，形成规模，营造世界最大的影视基地。2009年，中国第一部文化产业振兴规划出台，梦想的种子又一次在徐文荣心中萌芽。他投资300亿，建设圆明新园景区。实景演出、民俗活动、
文旅产品，横店快速扩张，托起它的是人们越来越鼓的钱袋子，越来越有品质的生活。从过年吃一顿，到现在带全家去听一场新年音乐会，看一场贺岁演出，从每个月看场电影，到现在上网付费就能看大片，人人都可以视频直播，电子阅读、动漫游戏、文博展览、创意集市，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5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超过4.2%。中国人对文化娱乐的需求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有力支撑。吴杰，飞行32年，南航最资深的民航机长之一。副导21度，好，起始高度1239。86年我刚来的时候，飞机只有10几架，当时受飞机机型的限制呢，也没有什么国际的长航线。现在我们已经飞往世界50多个国家，有60多条航线。这边通道右转。右转。对。这条由广州飞往多伦多的航线是2年前刚开通的，全球65个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开放了免签和落地签，784条国际航线，手持一本护照，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中国已经进入大众旅游新时代，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现在到处飞。我去了好多国家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啦，等等等等，好多国家啦。我大概10年前第一次出国办签证啊，好像通过旅行社呀，还要通过中间的黄牛啊什么的，好像很麻烦。3-5年吧，应该还是变化很大。对中国开放的地方，我应该都去过。今天，中国人已经成为拉动世界旅游业的重要力量。中国已经连续4年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境游花费国，年花费超过1.5万亿元。新消费正在让中国人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丰富、更加有滋有味。上班约个出租，吃饭叫个外卖，看电影选个座位，支付缴费一部手机都能完成。中国的移动支付普及率已高达77%，全球第一。虚拟试衣、大数据导购、无人商店智能自助，线下消费同样精彩。琴棋书画、健身舞动，流光溢彩的生活，辉映着百姓心中美好的色彩。山间、雪场、碧空、深海、皮划艇、帆船、开飞机，越来越懂得生活的中国人，正在创造更多新需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8年的经济数据初步核算啊，2018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90.0309万亿元，那么经济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稳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呢，中国人均 GDP 接近10,000美元。那么从增速到增质，经济潜力怎么挖？那么消费贡献率现在已经超过了70%啊，增量大，潜力更大。但是随着消费者的要求是越来越高，中国高品质的商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仍然不足。探索供给模式的变革，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领跑作用，我们仍然还是任重而道远。要很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多样化、不断升级的需求，就是要坚定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的发展，让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好的，感谢收看本期的深度财经，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如果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不要忘了下载我们央视财经客户端。好，再会。